马来西亚吉隆坡大城堡慈济公修处举办新春祝福会，邀请社区志工一家大小出席。我就感觉到，哎，很开心啊！人家他们敲鼓这样啊，每个人就啊，哇，又穿白衫、白裤、白衣，哇，又每个人又白那个红带啊，就感觉到很蛮有气氛啊。笑容满满的，看在你旁边，讲什么？有你真好。祝福会感恩社区志工与会众一年来的付出，同时不忘邀约大家在新的一年积极入人群做慈济，重做中学，增长自己的慧命。爸爸妈妈，妈妈很好玩的，你们也来试试。不行不行，我们已经约好了，我们要去 shopping， 我要买很多衣服和鞋子。有机会参与是一种福分啊！我是觉得，好像我很简单的说，我和我孩子可以在家里和说什么叫合作精神。但是当你去环保站，你就不用说，他们已经心深深地感受得到。一步一脚印，冲步出步步大地，我们大家就一起努力 ，OK， 把这个大爱传出去。众人团聚，感受过年的欢乐，也祝福期许自己道心不减，持续付出。戴新闻真善美志工张志亮、连文光，马来西亚吉隆坡报道。